我们来看到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石虎、差点被当成猫来认养。这是苗栗县的大安溪畔县道，有一只小石虎，疑似是车祸受伤被民众发现，送到丰原区动物医院治疗，而且通报了台中市动保处。动保处人员看着小石虎温询啊，工作人员又摸了又摸，但觉得长得不像猫。治疗之后还是上网公告认养，但是有眼尖网友发现啊，立刻通报这个吉吉特生保育中心啊。后来确认不是什么猫，是石虎，当场带回来处理啊，来救治啊，未来痊愈之后还会带回原栖息地来进行野放。小石虎被带回野生动物急救站之后呢，兽医人员发现它有失温的状态，所以早上也积极的帮它进行了清创手术，目前正全心积极的投入它的医疗照顾当中。吉吉特生中心的兽医师帮这只母的小石虎仔细的检查，并进行车祸伤口的后续治疗。目前小石虎很虚弱，但石虎生性凶猛，每次检查都要先麻醉才有办法。用抗生素来控制伤口感染，但我们有帮他拍 X 光跟做潜医学的检查。那 X 光底下看的话，理论上骨头的部分是没有事情，就是它没有骨折。但这些都还好，重点是它差一点就被当成猫送给民众认养。因为小石虎长得很可爱，也不像野生动物凶猛，反倒让人摸了又摸。同仁的在医治过程的话，它表现来讲的话，它也是很温驯，它并没有很凶啊。当然，同仁的话就不会说直接联想到那一部那个部分野生动物的部分，很温驯又亲人。仔细看，应该是老虎。老虎，山猫吧。山猫。台中市动保处是接获民众通报，小石虎在苗栗县大安溪畔县道倒卧路边，紧急送往丰原区动物医院进行外科缝合和治疗后带回动物之家安置。虽然有兽医师发现它和猫似乎不太一样，但还是依照法定程序上网公告认养，立刻被网友发现是石虎，并通报特生中心确认后赶快带回专门照顾。石虎跟家猫最容易分辨的其实就是耳后，石虎的耳后其实是黑底白斑，很明显的是黑跟白，有一个黑色的底白色的斑块。那其实这是野生猫科动物一个特有的特征。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石虎能获救，全赖危难动物通报救援机制，但差点就被当成流浪猫认养，幸好及时发现，目前由吉吉特生中心持续照顾，未来顺利痊愈后将带到它的原栖息地野放。记者苏优雅、赖文良台中南投综合报道。